一会儿，能让他舒心自在些也好。郡主是千金贵体，教授你也不用如此急切。去休息吧，吃点点心。许是方才跪久了，伤了膝盖。让我看看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今晚我带你出宫，你还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买。魏指挥使今天怎么如此大方？没那么容易了解。